今天会有一系列新款，一之前一样，但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从今天开始会有比较特别的活动，然后我们满订单金额就会送小礼物，然后随机的，然后我们在网络上都已经开始，然后本周新款也上了。嗨，hello，hello，大家还好吗？这次的订单活动比较特别，然后就是回馈给大家，然后如果愿意的朋友们，可以在订单里头备注你们喜欢的颜色跟尺寸，然后我们会尽量许愿给大家，就是因为就是满金额到，我们就会有小礼物，比较特别的活动，然后今年想要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觉，进入冬天这样，然后这一个礼拜就大家可以感受到。已经开始降温了，对不对？那降温的第一个就是，我最新的商品是我的身上那套，它是冬天的睡衣。那因为台湾季节不会到那么冷，所以我还是以缎光材质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很舒服的材质为主。那这件比较特别呢，它的这个肩带的地方呢，它是可以调整，然后腰间的地方还有点娃娃感的，然后缎光的那种蕾丝，拼接蕾丝很漂亮。然后它后面也是有松紧带，所以会让你们很舒服。然后它可爱的地方在下面，然后这个我一看到我就立刻有点被烧到，因为它虽然就是真的会有点浪漫啊，可是它黑色的关系，看起来其实蛮时髦的，会比较质感、轻奢感。然后还有附一个，就是类似像睡袍感觉。这个是新的睡衣。下摆的地方，它是有点就是拼接，蕾丝，可是它是有一点点碎花感的感觉。旁边是些花边，它就是缝起来的时候会有的造型。然后我觉得还蛮有女人味的，可是因为它在就是裤脚的地方，所以还蛮低调的。然后配上一个这样的睡袍，那睡袍它的蕾丝也是这种古典蕾丝的，配个这样。我配给你看，就我觉得这个很美，然后你也很方便。就是如果它这个有附胸垫的，所以如果临时啊要走出去拿个什么包裹或什么的，我觉得还 OK。然后平常就是很方便，因为细肩带你觉得有点害羞，你就可以穿那种睡袍。这个是下周的新款，这个礼拜因为比较延误的关系，所以赶到今天直播，然后所以这个呢有一点点是下周的新品，然后我尽量尽快给大家，然后清单也会明天就给大家。再来呢，俏王款，这个之前有试穿过，灰色给大家，然后俏王款大家想要看这个颜色的，那种焦糖色的，我想配一个比较特别的颜色，这个短裤，西装短裤我非常推荐，因为穿靴子非常好看，就是基本上冬天到，我觉得短裤还蛮重要的，然后有点厚度的，那你现在这个天气穿也不会太热，它其实还 OK，毛呢款的，后面是松紧带，它只有一个东西要注意，就是它尺寸非常的小，所以大家可以穿搭买的时候记得往上拿一个尺寸，然后配给你们看啊。
这个呢是一整套的，这个一整套好像弹性的，里面是合身的针织，然后肩带是这样，有弹性的，然后短版，然后这个地方高腰的，然后这个颜色，然后我直接配一个长靴给你看。去年就已经有做，然后拉链式的，然后中间常常你收起所以断裤，那一样就是这一款的长靴重新开始，然后我们一样定做40公分的，然后一样是过膝靴，然后一样是里面羊皮鞋垫是羊皮，非常软，很好走，然后四公分嘛，所以它那个四公分我觉得是我量过看起来最显瘦，然后客人反应最好。它是粗方跟，所以很显瘦，很好走，然后下面的软垫地方也很舒服，然后版型偏小，直接往上拿一个尺寸，然后往后看，这款基本上就是我每年都也会买，非常显瘦的长靴。焦糖色的，其实如果家里有自己一些这种棕色啊，或是咖啡色啊、灰色啊、黑色的下身，你都可以自己去混搭自己玩那个颜色。那因为今年美拉德黑色跟去年都一直延烧，那今年的这个焦糖色也做很多，还有深咖啡，你可以混搭一些近色的，就是像那种斜纹的咖啡的、啊，还有之前我们出的皮裤啊，咖啡色的皮裤。今年穿的非常好看，然后配个短靴，配个跟鞋，然后配个长靴也可以，然后乐福鞋，我自己是最常配乐福鞋跟靴子。那现在这几天不是下雨吗？下雨不断，那我就会很常穿靴子，然后喷那种防水喷雾很好用，真的，你就喷，然后像那种雨比较大的，你就是每天要喷，然后非常好整理。然后回家的话，基本上我觉得以我自己感觉，我非常够用。像我因为通勤族的关系，所以大家是不是很怕那个淋湿干嘛的？但我觉得靴子真的太好用了，然后又显瘦又方便，又完全不用想。OK， 大概是这样。然后，今天后面也会配很多，大概三到四款的搭配，也都是配长靴。是真的要真的本人看到才会觉得哇，这细节度做还不错，然后它的价格也 CP 值很高。那这个漂亮在哪里？很多朋友就是像我，就是臀比较宽，但上面又还好，然后你就会有时候穿裤子有没有？你就会巴不得有时候想要屁股那块稍微遮一下。这个就是你们的好朋友，因为它那个针织的部分它是长版。那刚开始我刚看的时候想说啊。这个长的就是得扎一下或什么的，会不会个子小的撑不起来？结果不会，因为它是软的。软的之外呢，它这个扣子做到中间，所以呢直接会旁边散开来。所以我等一下搭配一个长的宽裤，直筒宽裤。那这种直筒宽裤，大家就会想说，上面之前都在讲说宽裤上面就要配窄一点嘛，比较搭。可是这个呢？完全完胜，可以跟那个宽裤一起搭配，很漂亮，所以这种都不用担心。那我直接搭这个天丝的这个宽裤配给大家看，然后它还要附一个这个腰带。
个天丝裤呢，我之前已经穿过了，这个它是像这种，你可以不用配皮带，配皮带都可以。然后它非常的显瘦，我真的很推荐还没有买过我们的东西的朋友，可以先从西装裤开始测试。然后这个衬衫，它是从这边的 ，OK， 它这个是微透的那种针织，所以非常的秋款。然后这个很好的地方在哪里？它因为它软软的，很舒服，然后很好搭配，不挑身形的，有点宽宽的。它里面冷的时候可以配那种墨尔本的薄 T 啊、天丝的啊，或是法尔衣啊，都可以自己这样混搭。高领的、小领子、立领的，你都可以自己去变化。然后这个呢，我在里面配的是那种简单的苹果 bra top， 然后往后推，你看它的扣子只抓到这个地方，它的扣子抓到这个地方就是刚好遮住。那你要遮扎起来或不扎都很好看。然后往后推，让你看一下，是 OK 的，像这样，很简单。然后它很多颜色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自己适合的颜色，扎起来也很好看。嗨 ，Hello， 那种扎起来简单的那种罩衫都很好搭配。然后这个为什么特别介绍的颜色？因为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显白。那如果还没试过这样的颜色的朋友，冬天一定要来一下，因为冬天是像那种。算是冬天的亮色，你就会看起来很朝气，颜色又皮肤又白，然后一些气色看起来比较朝气一点。Okay. 然后上周已经穿过这个夹克，这个热销款式，然后秋冬款。那想要搭配这个牛仔裤给大家，因为上一次我搭配也是皮裤。大家问说，那配牛仔裤或西装裤好看吗？西装裤是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今天配一个牛仔裤，让你们感觉一下。搭一个这种简单的 bra top， 这样，然后方领的很简单，直接搭上去。然后它有一点，它是有点厚度的，可是也不会到很厚，所以非常适合现在穿。它很简单，你可以当衬衫，也可以把它当小外套。这个我觉得是很通勤的好帮手，非常好搭。遮起来也可以，布料比较挺一点点，那你要再扎一点也 OK， 你可以这样讲。那我的习惯都是要开个扣，目前还有大概3到5件现货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拿下单。很好用的款式，因为它就是会让你觉得它比较
其实它有点厚度，所以其实有点凉，就可以稍微配一下。然后真的冷一点，可以配毛呢外套，像这种丹宁的，配在灰色毛呢外套外面，黑色毛呢里面，这样搭配会比较有层次感，因为它这个地方领子又是那种织纹的，会比较时髦摩登一点点的感觉。这个呢，想说怎么那么薄？因为呢，最近它颜色真的太漂亮了。然后加上我最近我发现很多朋友私讯给我们，就是说要去出国。但是最近很多朋友去埃及啊，或是比较特别的地方。那那个地方或是某部分有些国家目前都还是偏比较热一些些，但它的气温比较高。那我就找一些那种亲吻感。穿西感的还是可以让你们好搭配一点。那这件它真的无法错过，原因是我发现它是拉链式的，它很漂亮，然后就是一个罩衫式，所以有点像外套，有点像衬衫，卡在中间这样。那我就是让你们如何就是最简单搭配，我就配我身上这件黑色牛仔裤，非常简单，然后基本上夏春秋都可以穿。然后如果再冷一点，这个就真的会比较冷一些。但这个基本上是春夏的商品嘛，但它这个颜色真的不容错过，它细节度也很漂亮，你们看它是有一点那种纱雪纺的那种感觉，那很推荐。我还有一区是比较清凉的，我知道很多朋友要出国使用，所以这些推荐给你们。它的感觉是这样，它其实蛮时髦的，所以这个啊，因为它比较女人味一些，它这边是拉链的，拉链式的，我会配乐福鞋，然后平衡掉它的那个感觉。它这个地方可以扣蛮高的，那我自己的话会比较喜欢 B 零点的感觉。这一款基本上它是我觉得蛮时髦的，可是呢它有蛮清冷感的女人味。好，这一款新款呢，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做垫肩，然后呢我自己穿的话，我觉得它穿起来身材很好，然后它是比较合身一点点的。那它的那个上面有尺寸，可是你看它细节度超级美，它这个呢 CP 值各种，你拿到绝对不会觉得还就是觉得好像有点会倒还什么的，因为它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它的质量非常好，然后显瘦度跟它的那个布料摸起来非常亲肤，很舒服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有点摸一点点毛的，然后做渐层针织跟磨毛去拼接的，所以它整个人看起来。就整件衣服看起来其实有一点时髦，它又把那个针织跟混毛呢的那种感觉做出来。
这边有做一个小垫肩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坐这样子的感觉，很舒服，非常舒服。然后往后退，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曲线，曲线很漂亮。短靴呢，这个整个非常好穿，然后里面的垫子也很舒服，它这个方头各种方面都蛮合脚的，所以说你穿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脚看起来比较小一点点，然后小腿地方也会收进去，所以我很喜欢搭配牛仔裤再收进去的感觉，或者像这种长裙，其实看起来就是整个人会拉高，然后它这个有一点垫肩嘛，它如果像我肩膀比较小一点点，但基本上呢，这个尺寸我穿起来是偏，我应该要再穿小一号尺寸。那这个呢，它整体氛围我觉得很时髦的感觉。往后退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冷一点点了，就可以配这种大披肩。这个我之前就已经介绍过，这个我很喜欢，因为它的这个厚动度，如果你真的完全降温的话，这个真的超好用。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冷在冷不冷之间，有时候就是会难拿捏。然后你想在周末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去逛个百货，是你会觉得有点凉，因为有点凉，你会觉得好像可以就是披个肩，可是平常的时候可以放包包或者拿着。那这个就很适合，而且它穿起来就立刻变时髦100分。我往后退给你们看，这个已经直播蛮多次的，然后我今天要介绍新的颜色，下周会出来，这颜色很美。两个颜色我都很喜欢，然后所以看你们自己感觉。那这个的话，我是绝对格纹的，我超常用，这个我出货都会必带。这个它是这种水墨感的，然后一样下面拼接这种流苏。真的很美，这个呢我很推荐，就像这种款式我推荐出国的时候带着，真的上飞机有时候凉啊什么的很好用，然后我真的很推荐。我往上看这个就是水墨感，它就是会立刻变比较气质的感觉，轻盈感的感觉。然后我本身超级无敌推刚刚这个格纹，如果喜欢的话真的不要错过。然后两个颜色你们可以看，那像这个披肩，因为我太爱，所以我两个都买。然后你们看你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这个是真的是绝对不会退流行，整体感氛围又超好搭，随便搭随便可爱的那种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会比较 lady 一点点。很质感，再来呢，下周还有一个这个风衣新的，然后它比较可爱的吧，它是做这种材质的，有点像麻料，然后回念这个纤维，它的感觉会比较随性一点点。然后呢，腰间的地方它会有一个这样子收绳，那这个地方
那因为数量关系，我大概下130才能确定跟大家说。那我今天还是直接先跟大家说，因为它这个可以直接拉缩腰啦，就收腰的部分可以缩腰。随性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地方它可以这样，可以直接缩到你想缩的位置，可以打个结，它就这样缩在你想要缩的地方。套组好，我分开打给大家看。这个呢，它是一整套的，它还有附一个裙子。那它这个裙子呢，它是松紧带的，然后它配一整套在里面。那上周已经穿过，所以我们都放在网页里面，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。那我觉得分开搭配，让我们感觉一下，因为这个实在太好搭了，给它分尺寸。然后它这个，你看它的 M 号就可以给它，它的 M 号它有分尺寸。这款我很喜欢的原因是，因为它如果大尺码的朋友，这款也有货。然后所以有些这个很多妈妈，就是现在就是有小宝宝的妈咪们，就是也可以参考这种款式，因为它是松紧带，然后蛮舒服的，然后它这个还蛮盖度，然后你只要确定一下尺寸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很舒服，它分开搭的话，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。它就有点小香风的风格，很基本款。很适合现在的天气。这个就已经穿过给大家看了，但这款呢，它下摆的地方，我这次配白色给你看，就是可以露出这个地方比较特别。它就是已经比较厚的这种毛衣，可是它很漂亮的地方是珍珠。很慵懒，可是还有一点小小造型，这个有珍珠感的这种版型，然后它下面的地方完全包屁股之外呢，又有这个造型，看起来比较很显瘦。我往后退让我们看，这个是真的保暖的毛衣，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参考。然后它的弹性干嘛的，这完全不挑身材，完全不用担心，很慵懒。
这一款呢是想要让我们感觉像因为这个斜肩的这个卫衣，就想说更受大家欢迎。然后这个很多朋友们说，哎，这个卫衣它比较休闲一点，到底可以配什么？所以我今天就想说，让你们看一下这个衣服的魅力在哪里。就是像这种比较休闲的卫衣，一定都配比较，比如说内搭裤啊、牛仔裤等等的。我配一个百褶裙，西装的百褶裙，看不看？非常好看。你可以混搭这种不同的元素，只要是简单颜色，不要超过三个，基本上都很方便搭配。可以稍微扎一点点，然后不扎扎都可以。嗯，斜肩的这个真的很舒服，很适合天这种天气穿。这种现在就是我去上瑜伽课就必穿的那种款式。它是卫衣的材质，很舒服，然后直接是斜肩的。然后我现在配乐福鞋，然后跟这个百褶的这个裙子，我往后推让你看一下效果。近看就会看到它这个百褶的地方很漂亮，然后上面它其实还有这个皮带，那皮带的话你可以直接卡在这里面，因为它有竖起来，其实很好扎，它比较厚一点也都可以撑住，这样很简单，然后有口袋。超级美的这个外套，这个都下周新品，这个非常美，然后分尺寸，然后现在穿的是小的尺码 S 号，然后呢我里面配一个也是下周新款，就是基本款的这种高领毛衣，那它这个配在一起以后配一个绒布的裤裙，然后做一个那个混搭的感觉，因为它这种酷酷的比较极简风的，然后配一个女人味的东西单品，然后去平衡整体的氛围感。
然后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比较长嘛，然后如果你自己，我自己是喜欢这样子扣住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脖子比较短的朋友，你自己往内折，你可以自己去调整，然后你也可以全部翻进去，变成立领的，这样你也可以自己做造型，这样。然后靴子这个重新来的版型，也就是照应到去年的版，很漂亮。它这边是小圆肩，然后4.5公分，非常好穿，然后是拉链式的，所以完全没有担心版型偏小，所以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一下。然后这个呢，领子有没有？大家最怕的是什么？这样，有些人不习惯这个，对，所以你就是直接把它往内塞也可以，然后你可以一半一半塞，一半不塞都可以，往内塞变成立领的也 OK， 你觉得长的比较长，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这样，然后往下拉一点，这个把它藏起来，这个就会变短，变短一些些。那我自己的话，我都喜欢让它这样子立着，立着这样，就是让它这个地方有点往外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搭外套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比较显瘦，你可以配项链啊，各种都可以。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就会整个这样收进去，那最好有点刘海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就会觉得脸比较小。然后我配刚刚那个灰色的，它这种基本款的毛衣，因为它真的是，这真的是冬天的毛衣了。灰色搭配，然后这个地方呢稍微顺一下，好，这边有缩口裙子，配一个长点的链子，然后可以做搭配，然后珍珠项链可以，像冬天呢、啊、最好是会有佩戴那种毛衣链，长一点，整体感就会比较有层次感，颜色会比较漂亮一些。然后珍珠项链也很好用，然后可以整体那种层次感比较特别。那这个上面的话是比较极简风的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然后配一个绒布的。那这个绒布呢，里面是裤裙，这个有安全裤，裤它是那种里面有做安全裤的裤裙吧，算是裤裙。那它这个版型偏小，非常好穿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靴裤很好搭配。但是刚刚那个是短了一点的夹克外套，然后这个是斜纹的毛呢外套，所以就是天气不同的时候，你可以自己去搭配。OK， 这样。外套基本上就是，我希望每个人冬天都可以要拥有一个像这样的。它这种斜纹外套看起来就是，我觉得斜纹外套它会比较就是通勤时髦一点，然后带点文青感。它因为它那个斜纹就看起来有点，我觉得知识分子感比较很明显，就会觉得哦很有气质。然后呢，它是做黑色跟灰色做有点毛呢的效果。所以整个修饰度，可是它的整体造型还是很素、很简单的，所以它就是会有一种时髦感，你会立刻像拍照啊什么的，你会立刻会很吸睛。
是这个毛衣，这个上周这公布了之后，这个穿了以后，超多朋友就是都是在问这个颜色，下单的朋友几乎也是这个颜色。然后这个颜色呢，很多朋友还是会很担心。我跟你说，灰色、白色、黑色都超好搭，就这几个颜色拿去搭就可以。然后如果你要搭更特别颜色，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再去混搭，浅一点灰啊，然后浅一点的像粉色的话，我觉得会配灰色真的很好看。那我今天会配黑的，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个绒裙，因为它这样子整个体的搭配，然后配白色也很漂亮。那上周我是配白色的牛仔裤，那我今天的话就配的绒裙给你看。很简单的这种毛衣，很软很软。这个呢，这种款式很简单的地方就是说它很好搭，然后很轻。它虽然这个是蛮保暖的，但它很轻，所以真的很好搭配。然后它女人味比较多一些些，然后可以看不同颜色。然后如果敢穿这个颜色，我真的很推荐这个颜色先拿。然后黑跟白也很好搭。因为这个真的太舒服了，如果过很容易过敏的朋友，像那种肌肤比较容易怕刺痒的，这个保暖之外都很舒服，然后它的颜色也很漂亮，就是有日牌感的那种精致感，然后穿起来很舒服。我往后推让你看。直接做这种单穿式的，因为它可以包住屁股，那你可以里面配短裤啊、长裤啊、瑜伽裤也可以，然后或是靴那种窄管的小脚裤也 OK。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很适合，如果你到时候因为它很保暖，所以如果跨年啊各种很冷的天气，里面就加高领的毛衣或是打底发的衣，然后配个羽绒外套就可以了。但它这个真的很好，我觉得很适合约会穿，平常穿都可以，很方便。很粉嫩。上周就已经穿过，然后因为太多朋友问这个问题，所以这一款呢，我再重新就是穿给你们看。弹性的针织，它这个弹性的针织啊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地方，
我觉得蛮遮腹部的，完全抱起来，然后弹性很好，很舒服，然后那颜色很美。那因为上面呢，灰色是新色，所以照片还没放上去，但是灰色就是买最好的。那反正你们喜欢的话，就是如果我推荐的话，三色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灰色，那还有这个针织，然后三个都可以分开穿，然后它这个裤子的地方弹性很好，所以真的很推荐你们，就是这一套真的 CP 值很高。裤长对我来讲偏长，所以呢，我之前上个礼拜有教，就是我会自己在里面反折一折，然后因为我就不想改了，因为这个针织不好改之外呢，我觉得很方便是，我如果穿厚底鞋，或者是有时候穿就是有点跟的靴配，我觉得很好看，看起来腿更长的感觉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你们自己的就是方便度。那我自己是最喜欢就直接反折一折，直接调整。那因为其实。你看哦，反折一折，针织这样折出去看不到。这个针织套组我很推荐的原因是因为，第一个它保暖，第二个它真的显瘦，三个都可以直接拆开穿，所以它功能太强大，然后整体感那样大又很有感觉，很有气场，重点是很显瘦，所以你们喜欢的朋友，我觉得不要错过这一波，因为这个它这个很好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一组跟刚刚的那个裙子的那个套组呢。只要是如果你喜欢这个版型的话，就很推荐，因为像那个裙子还有出大尺寸尺码的，可以供你们参考。OK， 谢谢你们，晚安。